金、龙头哦、权重哦。再发现，当外资拼命的或连续性的在卖股票的时候，八大关谷行库买超居多。这种种，莫非就在预告8月14号 today 已经到了？金管会曾主委曾经告诉我们要注意今天的日子哦。在此之前，台股是审慎乐观，在此之后，台股变成很乐观，乐观审慎吗？我不晓得。但是郭大哥来，请上来。这张的审慎乐观，曾主委什么时候说的？时间表来了，7月11号，7月3号。